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atherine。 最近新出的以结婚婚礼为主题的胶片《婚旅奇缘》在上市之后，玩家在玩的时候有遇到一些 bug。 那现在 Sims 官方有释出一个 laundry list， 就是 bug 的修复清单。那他们说在接下来的更新当中会修复这些 bug，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都有哪些内容。好，那首先就是我们在举办婚礼、举办婚宴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多一个选项，就是可以控制所有的宾客叫他们坐下吗？那原本我们叫宾客坐下的时候，某些人物他们可能会优先进行其他活动，就阻挡了我们叫他坐下来这个指令。所以现在针对这个指令进行优化。所以说，当我们叫宾客坐下的时候，他们应该会更容易坐下了。那再来，我们这次不是有新出那个走红毯的功能吗？那他们针对这个走红毯的功能进行调整跟优化。因为之前有时候人物走那个红毯，好像看到人物是走那个Z 字形的，就是走那个弯曲型的，还蛮有艺术感的。那对了，这些 bug 也不一定每个玩家都有遇到了，每个玩家遇到的可能都不太一样。那当我们在举办婚礼相关活动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邀请就是那对新人他们双方的亲友来参加，而不是只能邀请我们办活动的这一方的亲友而已。对啊，这感觉蛮合理的，因为毕竟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嘛，并不是有说哦我这边办只邀请我的宾客，所以这个部分进行修正我觉得还蛮重要的。然后当宾客到达场地的时候会穿他们应该要穿的服装。哦对，关于这个 bug 也有听说啊，就之前在办婚礼的时候不是可以设定那个 dress code 吗？那好像有的时候宾客他们不会按照那个 dress code 来穿，他们会穿就是他们自己想穿的衣服，所以这个部分也有进行修正了。那当我们在打开和关闭婚礼规划页面的时候，那个关于宾客的服装选择它会保存起来。还有就是当我们叫宾客来一起吃蛋糕或者是一起吃甜点的时候，他们会比较快速的到达那个定点，然后进行我们叫他做活动。那他们延长了结婚蛋糕腐坏的时间，这个很重要啊。那这个我之前玩的时候发现到结婚蛋糕太容易坏掉了，所以说我们可能前天晚上准备好，然后隔天带去婚宴场地，然后蛋糕就坏了，这样不是超可惜的吗？那他们把这时间延长了，太好了。然后结婚蛋糕上面不是可以放那个蛋糕装饰吗？那他说蛋糕装饰原本可能会有漂浮的情形，那这个部分进行修正。那这个我是没有遇到了，那个时候在尝试各种蛋糕装饰的时候好像没有遇到漂浮的情况吧。还有就是当那个结婚蛋糕被切或者是被吃之后，它的那个样子，那个蛋糕模型会变化。对，这个就是之前我们遇到过，就是我们在吃蛋糕的时候啊，它可能切一切哦，缺一角，然后再吃一口补回去了，就是百宝蛋糕啊，永远吃不完蛋糕。那这个部分也会进行修正。那他们也调整了进行热情的吻的动画，这个动画原本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感觉。那关于都市生活胶片，在米舒诺地图上他们不是有一个那个公园吗？那公园里面有一个结婚场地，所以之后这个场地也会被列为可以举办婚礼的地方。然后再来关于就是跳舞的时候，跳慢舞的时候一些优化。那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会有两次的免费更新，针对这些 bug 进行优化还有调整。所以如果说你没有玩婚旅奇缘胶片的，你们遇到哪些 bug 啊？那我的话，我有遇到的就是切蛋糕嘛，那个切蛋糕的模型就是不会消失，它会一直补充。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我有遇到的就是丢捧花，就是我发现那个捧花好像我们只能指定丢给谁，如果说我们不指定丢的话，人物好像无法丢出去。不过因为那个时候在玩的时候还不是最终版嘛，那最终版我还没有试过啊，所以搞不好这个问题会修正了，我也不确定，之后我们再试试看。那希望你们遇到的 bug 有在这个清单里，这样之后就可以修复了。好吧，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，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帮我按个赞哦，会给我很大的鼓励，非常的感谢你的支持。我会持续更新 Sims 最新消息，所以可以按下订阅，开启铃铛就可以收到通知。感谢收看，我们就下次再见，拜拜。